台积电在嘉义科学园区规划兴建两座先进封装厂，第一座厂进行地质钻探时发现疑似遗迹，目前一厂工区依照文书法已经暂时停工。台积电也向国家科学以及技术委员会南区科学园区管理局提出先行兴建第二座的封装厂计划，并且提报相关的建造申请。南区管理局表示会全力协助，初步看来建厂的进度无滴。影响上侪。嘉义科学园区先前进行规划征地时，曾经发现艺术遗址，名为太保农场艺术遗址。去年底提出开发行为申请变更，调整工程用地位置，减少影响，获得环评通过。这次挖到艺术遗址，文管局表示，艺术文物遗址比较较分散，所以先要求一场工程先暂停，相关文书程序包括现勘、文书审计会拢已经启动。他们自己有一个围墙，白色那边就是台积电全部在那边。吴卓，请教一下，关于那个 CoWAS 好像有挖到遗迹，我们目前怎么处理？是有关于嘉义科学园区台积电的 CoWAS 先进封装厂，日前因为施工中有通报本局发现了疑似的遗迹，那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规定呢，已经暂时停止施工，而且呢，我们已经邀请了文化资产的委员进行现场的勘查，也开了审议会。那委员呢，原则上呢，同意呢抢救挖掘，后续呢将会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相关规定来办。南科管理局证实，台积电在嘉科第一座封装厂因为六月初挖到艺术遗址，目前暂停施工。因为台积电在南科已经有类似的经验，除了已经提出异常兴建计划申请，所以来也会透过施工动线调整、工序调整等等方式来应应，并告一场停工期未止伤久。两座封装厂整体完工目标时程未受到伤大影响。先新闻就来先。一关彩虹报灯，我拉曼查唐吉诃德以英勇骑士的名誉向全能的上帝发誓，我要帮助我的仆人桑丘找回他 murder 的夜明珠。始皇之唐吉诃德冒险故事银河天马庄头限定版，龙来啦！除了要对付这个遁地双头龙，还要对付一只啊飞天四头龙，各式冒险呢，相信会给大朋友小朋友带来沉浸式的感受哦。听说除了晚上演出，在下午就有许多的表演。嘉义，我们庄头见！大家千万别错过！没错，二三三三。